女团花篮小熊近期前往韩国受训，成员玉在5月8号迎来18岁生日，她的妈妈特别带着家人飞到韩国陪女儿庆生，还煮了家乡味给女孩们，相当感人。好久不见了，那你们平常有煮汤吗？还是怎么来喝吗？没有。上菜喽！我记得我来韩国之后，第一次吃到的海带汤是女人煮的。然后第二次吃到就是玉妈妈煮的，这是一个感觉很有母爱，然后很完整的一个海带汤。而且我是第一次吃到就是认识的人妈妈煮的饭，觉得很好吃。害羞。而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，女孩们尽管无法回台陪妈妈过节，仍透过影片说出对妈妈的思念。母亲节快乐，然后我知道你也很想我，但就是没关系，我会在首尔好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嗨，妈妈，嗨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，然后很久没见到你们，我很想你们，然后 I love you。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母亲节就会给自己买母亲节礼物的一个人，好可爱。是因为我现在人在首尔，然后她在台湾，那有一些东西是台湾买不到的，我会买给她，然后送给她，然后说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很不错啊？你女儿在首尔过得很不错啊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然后，请一定要出去运动，然后多出去走走，然后散步也好，然后不要一直待在家里，要运动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OK， 爱你。嗨，妈妈，我是圆圆，我在韩国过得很好，因为有团员们照顾我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然后我也希望你多出去运动，然后爱你哦。妈妈好，然后父亲节快乐。我最重要的是健康，不要生病，爱你。妈妈，我会听你的话，简单平凡的话，吃好穿暖早点睡觉，要常常回家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